今天约我打球的这个师妹可了不得，号称北体教育学院羽毛球专项天花板，水平高，学习好，颜值还高，迫不及待了吧？走，带你们一睹风采。万事俱备，只差师妹。走啊，师兄！哇，走啊，师妹！感觉又变有气质了啊，更美了啊！谢谢。你先热热身，我们简单打个两三个球，看看你现在的水平怎么样。行。师兄妹就是默契，连练球、穿的衣服都一样。考虑到我们待会还要练球，我们只打三分。好的，听师兄的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师兄就不杀球了。好的。猎杀时刻。果然实力与颜值并存啊，赢你一分太难了。不不不，还是师兄技高一筹。对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听说你混双也打得特别厉害，特别想跟你切磋一下。行，那就改天约个时间吧。行。